欢迎大家收睇《论政直击》啊！直播室里面有 Johnny、朱明亮加埋朱子超喺度啊 ！Johnny 你好，早晨啊 ！Johnny 咁啊，就经历上个礼拜咧美国中概股回翻落嚟啦，但系见到上星期五美市咧，美股嗰边咧都咬翻上嚟啦吓，咁啊港股不过咧就似乎唔系好跟，咁朝早咧低开啦，咁啊科指啊、恒指啊好都系低开，咁啊大市嘅力度咧似乎弱少少。冇错，咁啊今日咧睇翻个盘面啦，咁啊最主要都系一啲旧经济啦、金融类股份啦、内人股啊，以及系地产股啦。带领住个大市向上，而且升势都几急。系啊，咁啊，当然仲有只新股 Bilibili 啦，关注一下啦。不过如果你话讲翻恒指嘅大市先啦，咁啊喺牛熊证监货分布咧，见到啲资金走势啦。咁啊睇熊嗰边咧，嗱，重货区喺翻28,900到29,000呢啲位置咧。咁啊向呢个新增最多嘅咧，反而褪到上去29,800、29,900呢啲位置噶啦。咁啊，如果你睇睇翻即系个市仲系向淡底嘅咧，就可以睇下发兴呢一只恒指嘅。红证啦，咁啊编号咧就系52714咧呢一只法兴出嘅恒指红咧，咁啊佢嘅收回价系28,886吓，咁啊到期日系今年九月嘅，咁啊一万换股比率1:1，咁啊有成38倍杠杆啦，咁啊如果你话睇翻另一边啦，咁啊牛证嘅重货区咧，目前喺翻26,500到26,600啦，咁啊最多新增嘅咧，亦都系向上褪翻去27,500、27,600啊，咁啊信心啊强咗少少。博反弹，如果大家想博反弹咧，亦都可以留意法兴呢一只恒指嘅牛证，咁啊编号咧就系55583啊，三条5835583，咁啊今日出句喎，咁啊见翻佢嘅收回价咧就系27,768啊，咁啊杠杆就成45倍嘅。系啦，嗱咁啊今日都讲到啦，系 Bilibili 嘅第一日上市，亦都见到个大市啦，跌幅开始收窄，并且由跌转升。喺呢个时间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啲 Bilibili 嘅认购证啊，咁啊因为咧都见到开始啊有少少反弹。嗱，如果睇好 Bilibili 反弹嘅话咧，可以留意发兴嘅 Bili 认购证。17469啊，17469嘅行使价咧就828.8毫8，咁啊属于一只贴价轻微价外少少嘅产品嚟嘅，咁佢嘅换股比率咧就5:1，提供嘅杠杆咧有超过3倍噶，咁啊因为新上市，所以咧都系九月底先到期，而另外一只咧条款相近都系九月底到期嘅 Bili 认购证咧，佢嘅行使价就系888.8毫8，咁佢咧即系提供嘅杠杆咧亦都系有超过3倍嘅，咁啊都系九月底到期。不過咧，呢一隻嘅產品咧，換股比率亦都係5:1啦嚇。咁啊，睇完只 Bilibili 啦，咁啊亦都可以留意翻之前上市嘅百度亦都係跌咗落嚟嘅。咁如果想睇好百度博反彈，可以留意發興百度認購證14401咧，咁啊行使價就238.8毫8，同 Bilibili 唔同咧，就係佢個換股比率咧就係1:1嘅產品，今年九月。抵到期提供嘅杠杆咧有超过4倍添加。恒指嘅势啊，由跌转升啦，新股亦都睇紧啲啦吓。讲到呢度，下次再倾。